妈，可口死呐，热呐，留我吃你一点老姜。玻璃买过吗？对呐，这是不是逃过脱险？哎，还得多刀卡。当然你老蒋就给我漂亮小姐姐经过不吞，还给我留了双高跟鞋，欲擒故纵啊，还挖刚那个火杯要遇上戏。哼，你的小坏坏。等一下狗熊，在这里我给你拍几张写真，还得给我喝水喝一点。这个手机最近才买的呀，像素好着呢。你们买了新手机之后旧的是怎么处理的呢？我每次换新之后都会转转回收，他们家回收价格真心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，下单就有人上门回收，手机平板笔记本全都收，你也赶紧去试试吧。打好的呗老蒋，我掉哪玫瑰花瓣一边一边变掉了。我白活啊，把我拍得这么丑，老蒋都没懂啊，看来